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超级有魔力的大玩具测试。我身后的这台 XCA60E 就是今天测试的主角，全球首款5G 轮式起重机，经过精心的设计与完善的匹配，现在已经具备了5G 网络环境下的远程管理和联机作业能力。 今天我们将通过一项极限的吊装任务测试，来让大家领略一下什么是整机稳定、微动精细、极短延迟、全面可控的5G 远程联机强大魅力。任务来了，这里一共有10个汽油桶，每个汽油桶上平均摆放了4个玻璃杯。我们的工程师将使用全球首款5G 轮式起重机，穿越空间的限制，将它们一个一个的摞在一起，毫厘必争的精准要求，稍纵即逝的摆放时机，越来越高的难度和压力。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高科技大玩具它的实力表现吧。 我现在在驾驶室旁边啊，但它空无一人，它现在在转啊转，在转移我们的汽油桶。 哇，看着这台起重机就像无人驾驶一样，坐在上面它自己就在干活了，真的是太激动了。 想想未来，我们的起重机驾驶员都算不上蓝领了，因为我们都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哼着小曲儿，喝着咖啡，不晒太阳，不吹风扇，远程操控5G 起重机进行工况任务了。这样的未来是你的菜吗？
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，五 G 操作中心的工程师们，你们完成了一次跨时代的操作任务。